哇，这棵很漂亮、哦。哎呀，真的很漂亮。今年特别大颗哦。哎呀，今年的都蛮大。成片园子的草莓结实累累，长得又大又红，可口模样，让特地来采草莓的民众好开心。草莓吃起来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受上坡寒流影响，凤林乡第一期草莓长得又大又甜，不止农民忙着抢收，就连外地游客也都慕名而来。今年的草莓的品质不错，然后天气有比较冷的时候，早晚温差大的时候，这个草莓生长会很好。哇，好吃啊！妈妈，这个寒流是许多农民最害怕的时刻，此时的草莓农却最开心，因为草莓来自温寒带，产期从12月到1年4月，温度越冷，品质越好，相对售价也会越高。刚好它的天适合它的天气，这个品种吃起来就像日本草莓一样。日本草莓，对，比较脆脆的。对比一下，花莲凤林草莓是改良后的日系草莓，口感较脆，市价1台斤400元；而位在苗栗大湖草莓，因为口感较软，市价1台斤480元。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，最甜草莓预计就在农历过年前后，民众想要品尝，可得把握时机。记者廖威玲、魏文轩，花莲报道。